under his casaco. Come, Billy begged for a fight to end. What? Right, the your soul. Fall away from the winter. Stay in the world. What you're doing all summer. I do in the way. Time to store a fall. Winter, the gossip. Why? I was too busy making music. The summer will fight. The thank you.
how much I can help you, 看到各位这么有活的精神，这个真的很棒，学校实习也看到，真的很棒。So, 却只有两点想跟各位说，你们看到那大哥哥、大姐姐或是学弟妹，你觉得哪一个身材最好？不对，哪一个声音最好？哪一个声音？你觉得声音最好是哪一个？Stella, 还有 Lulu, OK, good. One more, 再一个。All right, good. 那谢谢你们好的解说。然后在可以在讲给每一位之前，我必须要再次跟他们说一声 ，Hey guys, 帮你们拍手。能够站出来这里面对全校师生跟学生们，第一个这就是勇气。OK， 因为我们要跟梁静茹借勇气，这个很难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因为真的要说话，那真的很难。第二点，英语朗读的部分，最主要的部分就是用来传达那里面的文字叙述。那低年级、中年级、高年级的部分，高年级应该要把英语朗读里面的内容展现给所有人看，他到底在表达什么？可是这一点部分你们还没有做到很足够。虽然我知道我们学校这两周超级忙碌，对吧？但是我看到你们在广场那边奔跑，也更忙碌。换句话说，是要相同的回馈，知道吗 ？OK 哈、哦。但是 Chris 要说真的非常棒。中年级的部分，我看到你们这些来找 Chris 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有那个 motivation， 很棒。我觉得你们有这种动机，我看到这些，我会把相关的照片、影片都会放在我们的群组上面，所以基本上真的厉害。但我要说的是低年级部分，低年级部分真的很厉害，是因为厉害的是我们在平常练习的时候，你们都可以非常的大声。我知道来到这里要面对所有人真的非常的困难，尤其是第一个动作。Good morning, everyone. 对，第一句就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很有精神，知道吗 ？OK 哈、huh? ，So guys， 在后面传达的语义的部分，这个真的很难，这都需要做到练习的部分。那我要感谢高年级、中年级、低年级部分这两周的练习，那可能更多。我希望在下周朗读的进去上。Alright， 所以加油哦，好不好？再姐姐，如果有任何时间，赶快来找 Chris。OK 哈 ，So， 我给所有中高，哎 ，Guys， 你们记得是什么意思吗？Chris 给你们82分，好。说出来真的能踏出去就很棒 ，good， 好不好？所以各位 ，everything is good， 我要叫各位一个单词叫 decent， 就是很棒，就是比 good 还要厉害，也很棒。OK， 那我要跟你说一声 ，thank you so much， 谢谢。光，猜一猜是什么？六九九啊。
打开可以。马桶说，马桶盖。不，剪刀、水龙头都不是。马桶盖。打开了，想要折叠手机。折叠手机。风扇。好，再老师再一个提示。电风扇。电风扇。哎，我讲水龙头，雨伞，雨伞，雨伞是水龙头。衣柜，手机，有一种天气会。Umbrella。对。尖峰老师提供的。好爽。好爽。月之后爽。好爽。好，就上到这边。